特區政府回覆話，私營化驗所檢測嘅陽性樣本只會被視為初步陽性，必須轉送到衛生署嘅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重複檢測，都確認係陽性之後先至會界定為確診。同私營化驗所檢測嘅結果唔一致，並非罕見，過往偶有發生。現階段未有證據顯示華星為政府提供嘅檢測服務質素未達標準。